我今天本来准备跟这个方舟讲这个事儿，就是说前些年不是就是父母逼婚嘛，过年回家逼婚嘛，就租那个男朋友嘛，就最后逼的没辙了嘛，花钱几千块钱租一个，最后还险些给强奸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样，又要钱又要人，因为父母说你们得住一屋啊，你知道吗？就将来可以租一个智能机器人了。方舟，你说你还需要男朋友吗？如果有了那么一天，现在还没有这么，还没实现这么一天。他等到的时候就变老太太了，是吧？怕这个。而且我现在，我觉得我现在有个变化，就是特别今年开始特别明显，我就是会把朋友圈里面和微信群里面所有的小孩的视频都点开看，从头看到尾。啊，我爱对对，我妈说我卵巢异动了，所以就这个异动的比较早，可能等不到那一天。你看这个母爱，人不胜天，人不胜人工智能。对，母爱也是进化。埋植在你脑子里的一个城市。这世界很酷。